跟他们不一样。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。眼下民族存亡之际，我辈只能以肉身抵挡。我们不会一直这么孤立无援的，组织上会在最需要我们的时刻找到我们。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。带你离开这儿。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同仇敌忾。再见，秋枝。又一个战友牺牲了，仿佛每次相见都是生死离别。必须要化被动为主动，宫本布下了天罗地网。给我出手！